上它是不会的，它在使用上是非常的耐用。家具时尚师建议如何搭配摆设。日系生活品牌进军大直百货开设旗舰店，包下整层空间，面积超过600平。除了原本的商品，更加入新元素。全新旗舰店呢，也是品牌首度导入生鲜食品跟冷冻食品的销售。除此之外呢，旁边还有个料理台，有专业厨师教你怎么料理。种类多达600种品项，比拟小型超市。而贩售的生鲜农产主要携手云林在地青农，将战线延伸，抢攻家庭主妇。另一头还有 DIY 课程。把玻璃工厂拉到商店内，提供玻璃 DIY 体验。服饰专区也提供客制化服务，可以打造独一无二的刺绣。当然也是会担心疫情又会崛起，但是我相信就是门市的伙伴都是做好消毒工作，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在2位数的成长。家具生活店竞争激烈，体验才能留住顾客。像是瑞典家具品牌有各类展间，甚至还有餐饮。其他像是宜得利、HOLA 也都越开越大家。其实呢，现在单一品项呢已经很难再吸引到消费者进到这店里面来，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店呢谈的是多元的复合式体验。这几年电商崛起，实体通路必须掌握优势，多角化经营，主打实际体验，才能将客群扩大导入店内消费。长远许志雄方向台北报导。